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 PS5 能本地双人游玩的游戏。一台 PS5 有双手柄，用一个屏幕同屏或者左右分屏或者上下分屏的方式来游玩游戏。 PS4 或者 PS5 还有另外一种方式，那就是网络联机，那个不在本次讨论范围内。第一个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双人成行，这个游戏只能两个人玩，不能一个人玩。另外它是左右分屏的，有的时候会同屏。我第二个要推荐的就是这个麻布仔大冒险 PS5 版，我也买了这款游戏。这款游戏支持本地一到四人游玩，最多可以支持四个手柄，在玩的时候是不用分屏的，所有的玩家在同一个屏幕里边玩。上面说的这两款游戏都没有进会员，如果想玩的话只能单独购买游戏，光盘的价格不到200。第三个要给大家推荐的双人游戏，那就是胡闹厨房一代和二代。这是一个双人合作的游戏，是同屏的，没有分屏。这个游戏玩的时候比较紧张，每一局都有时间限制，只有达到一定分数才可以过关，很刺激，也容易相互抱怨。特别是和女朋友或者老婆一块玩的时候，遇到这种情况，我建议男士朋友们不要多说话，做一个安静的美男子挺好的。双人合作的游戏我主要推荐这三款，剩下还有七款，我说一下名字。有一个胡闹搬家是同屏的，还有茶杯头也是同屏的，这个难度比较高。还有乐高游戏我的世界，我的世界是上下分屏的。还有纳克大冒险，这是同屏的。还有真三国无双七，这是上下分屏。还有一个叫异形的 PS4 游戏，它类似于俯视角的魂斗罗，属于那种合作射击游戏，也是在同一个屏幕里。下面再说一下体育类和赛车类，这一类的游戏双人比较多，比如这个 NBA 2K22， 还有就是非法 2， 一个篮球一个足球，还有网球，网球有两个，都进了二档会员。赛车类的游戏也比较多，比如这个尘埃5，它是上下分屏的，还有一个叫风火轮爆发的赛车游戏，那是左右分屏的，我看很多国外的博主推荐过。还有一个叫火箭联盟，这也是国外推荐的，这是一个车球结合的竞技游戏，它是左右分屏的。体育和赛车类的游戏挺多的，还有滑板之类的。下面再说一下格斗类，格斗对打类的游戏几乎都是双人的，可以本地双人同屏玩，比如刀魂、街霸、火影、铁拳、龙珠、拳皇、 VR 战士、真人快打。最后说一下这个射击类的游戏，第一人称射击，这里面的游戏比较多，比如这个使命召唤、黑色行动、冷战，还有无主之地3，还有植物大战僵尸、和睦的小镇。以上是我对 PS5 本地双人游戏的推荐，我玩的游戏不多，算是抛砖引玉吧，排名不分先后，希望能帮到你。欢迎关注小白的宝箱，我们下次见。